题目说等腰直角三角形，然后斜那个斜边的中线是两公分，请问你周长跟面积多少？来吧，报题答案就出来了。请你画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。OK， 好，然后呢，他说斜边的中线长，而这个很特别哦。何谓斜边中线长？知道吗？首先第一个画中点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把它连起来。注意哦，这条线就是所谓的斜边中线。所以这几公分，两公分，哦，超简单的了。为什么知道？既然这边两公分，那这几公分，两公分，两公分，对不对？因为斜边中线长两公分，这个代表是什么心？这个是外心吧？所以整个出来了。好，再来哦，注意看哦，快讲完哦。但是很难哦。请问你，既然是一个等腰直角形，请问你比例应该几比几？是不是应该是一比一比根号二？好，那现在问题来了，根号二怎么变成四的？不会的话就除一下嘛，来，四除以根号二多少？四除以根号二是根号二分之四，然后呢，上下同乘根号二。我现在教你是，如果 y 你不会都学，我教你如何慢慢算，因为可能没有像我那么快，那我想慢一点给你看嘛。好，这点多少？等于根号二乘根号二就变成了根号四，就是二嘛，变成二分之四根号二，所以多少？二根号二，所以你知道根号二乘二根号二就变成四的。听懂吗？所以换句话，这个一呢也要乘以二根号二，这个呢也要乘以二根号二。啊，题目在问什么？周长。那周长怎么算？是不是三个边加起来？所以就变成了二根号二加这个二根号二，再加这个斜边四，就答案出来，答案就变成了四根号二加四。好，然后单位公分，就是你的那个周长。啊，面积嘞？啊，就写一下周长好了。面积乘面积是不是底乘高除以二？底多少？就是二根号二。高呢也是二根号二除以二，对吧？我说答案很简单，来二根二消掉，根号二乘根号二呢就根号四，就是二。二乘二答案就有四，所以答案都出来了，答案是四平方公分。这样会吗？可以了哈，好，这个把它写上去。